在广东五华，有一对兄弟，本是事业有成的老板，怀揣着建造豪华别墅的梦想，计划投入几百万打造理想家园。然而，命运的转折总是突如其来。就在他们筹备建房之际，新冠疫情席卷而来。看到有人做口罩赚得盆满钵满，兄弟俩在迟疑中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，毅然投资500万购置设备，投身口罩生产。起初，他们或许满怀憧憬，期待着在这个特殊时期能够抓住机遇，收获更多的财富。但市场的变化却难以捉摸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口罩生产领域，口罩价格大幅下跌，最终进到了一毛钱都卖不出去的地步。这场冒险让他们遭受了沉重的打击，亏得血本无归，甚至连装修别墅的钱都化为乌有。如今，那两栋未装修的毛坯房静静地矗立在那里，仿佛在诉说着兄弟俩这段跌宕起伏的经历。他们见证了兄弟俩的雄心壮志，也见证了市场的无情与变幻莫测。虽然遭遇了挫折，但相信这对兄弟在经历了这场风雨后，定能从中吸取教训，重新出发，再次书写属于他们的精彩篇章。